毛主席好，记着你，我心情非常激动啊！朝鲜同志是阮的兄弟，接受相见，遐拢有水啊！是，历史同志，请坐啦。好。新中国成立一年来，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大家拢看到的。我代表朝鲜政府，感谢毛主席甲中国人民伫个国际社会顶面对阮朝鲜的大力支持。全世界的革命者拢是一家人嘛，对有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，阮的立场是一贯。中朝两国敦气相依啊！不过，这阵美国人插入来啊，我想，咱应该团结起来，把美国人给赶出去。这不但是朝鲜民族的独立，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基志啊。这阵朝鲜的局势非常危急，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啊。最近，我也是鬼迷未困的啊。按照即阵的情况，伫战术顶，我建议金日成首相将人民军分散做追击嘅小分队，牵制敌人不进。主席嘅话，我到去了后一定转达。毛主席，这是金日成首相给你嘅亲笔批。阮即阵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，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。朝鲜军已经超过三八线，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。主席来电要求咱要做好部署的工作，随时准备出征。米克也是发了最后通牒，看势美军划过三八线，迄只是时间的问题啊。咱即阵最重要的就是赶紧确定渡口的位置。丁司令员，当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啊。目前吉安、中联河口、安东。三位拢叫我通知。咱了解情况，美军也一定是会真清楚的。因将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，所以我感觉为着提前做准备，阁要去阿廖港将情况调查阁较清楚，看敢无啥物所在有加设扑救的条件，做两手的准备，确保部队有法安全过江。韩副司令想甲真周全，咱阁请高司去配合，动员阿廖港沿海百姓支援，有船的关船，无船的扎排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。杜主任，这个方法好啊！那是八仙过海，国显神通啊！反正，咱就是着严格按照主席的要求，在十月十号以前，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。先做好准备工作，我到来了后，马上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，还有部队的开战方案。是。我要敌的美军变成情况呢？报告参谋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多谢，高参谋，提好啊。是，来，好我啦。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，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，愈详细愈好。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，咱肯定要架设浮桥，安尼阿廖港河大岛一带水底浅，设下架桥，拢要创清楚。比如讲重点河口，你一定要亲自落水去试。反正啊。所有代志拢着拍算伫头前，知影无？知影，参谋长，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，马上就去重点河口进行实地勘察。安尼就好，去啦。是，
老妈 ，Go！ 连长，这块同志拢是对全军调的优秀的汽车兵，这阵归你领导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15分钟马上收拾行李，跟我行。哎呦，我靠！我都要上厕所嘞。你这15分钟我放不了啊！放什么放？你讲。是。师傅，这队全军内面算你优秀驾驶员，执行重要任务。别讲开车，我拢是你的徒弟，你唔去想去啊？一定着我去的。我倒是想要去啊，不过团长点的，就是你的名，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啦。收拾什么啊？就伫个车顶啦。为什么？该加工啊，无规日啊。真实的。你无闻到空气内面的味嘿？要爆炸！你小件。上士，李靖，咱今仔日每几位甲兵团小队开车的司机，这项任务非常艰苦，但也非常的光荣。首先，第一思想好，政治上过关；第二，就要大胆细心，唔惊飞机轰炸，开车技术就好。咱排的刷落来训练任务，完的几项，第一。小车的头前的杂风玻璃要放落来，大汽车要挺起来，因为寒天马上就要到啊！一旦霜冻结冰，头前安就完全看无啊！所以啊，就要适应，踢开风洞开车，有记得无？记得。第二，车棚就要放落来，安尼啊，才会听到飞机声音。你别开玩笑，那是飞机飞到你面头前的时阵，你才发现，安尼就歹空啊！好、哦，你就等轰炸啦！第三，就要做猫头鹰。什么是猫头鹰啊？就是当时我看到，唔达到会晓迅速关灯、闪隔音的车辆，佫就爱实在关大灯、开小灯，伫处处的山路顶开车，甚至佫就伫完全关灯的情况下面，驾车开啊真紧。各位同志，我做够无？有啊！小张。我讲了，请你做支持。各位同志辛苦啊！外行袂用领导内行，技术兵我也无法支持什么。我今仔来呢，是该大家加油的。丁司令员呢，对咱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。唔过，咱后勤工作中的重中之重，就是恁这挂汽车兵。恁若是出了问题，咱的后勤工作就啥物都无法做。头先呢，李永科电话，我是听会晓啊。恁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，开汽车真可怜啊。你看，恁这汽车开的，头前无遮，后面无闸，顶头无挂，下面无黄的。乌索索呢，啊，着规山起咧走，拄着敌人的飞机，啊，着咪艰苦啊。不过，愈是拄着这种困难，愈发考验咱大家的驾驶技术。所以呢，咱平时一定着抓紧训练，安尼才会保证伫个战场顶顺利的完成任务。好，我着唔加讲啊，谈天啊，大家连起来，解散。
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哦吼吼！今日阿姐倒去看戏啊？哦，是京剧《赤壁》内面实践军旅的那段。娇娇伫个苏联大汉，看京戏虽然看不是真有，培养一下也是好的啦。我看会晓的，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拍造出的故事啊。哈，阿你讲，孙权是该联合刘备，还是联合赵策啊？赵策是歹人，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拍赵策啊。诸葛亮实践军旅，说服孙权，那靠的也是关羽、张飞甲赵云。是啊，未露相逢勇者胜，前惊龙后惊虎，还未出头就输了三分。这战啊，怎样拍，怎样赢？文来啊，我拄要找你。明仔日派专机去西安，甲皮老总接倒来北京，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。出兵调线这个代志，实在是事关重大。我的想法是，目前调线的战局是非常紧迫的，拖的时间愈久，咱就愈被动。而且调线方面也是急切的希望。咱会用有一个明确的答复，所以咱就要尽紧决定出一个结果。若是要出兵，四亚第适合。一，咱四亚几个军即阵就伫东北，军水老台。二，朝鲜的气候甲东北相像，也不只有水土未合。对于军事角度来讲，我同意出兵。对政治角度来讲，出兵朝鲜有利有弊。利是保卫了朝鲜革命故事，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，也是降下了中国东北的苗条。弊会使引起甲美国的全面战争，拢无正着，煞将鼎弄破。所以我想，咱是毋是可以出力毋怕？安尼既保卫了东北边疆，也避免甲美国擦枪走去。出力毋怕，即种姿态咱袂用有啊。林彪同志讲到政治角度，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。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。我只是插了一句，大家继续议，发表意见啊。林总，你个咧头疼啊？嘿，老毛病啊。主席，平老总来啊！啊，主席，我来去。主流，平总，嗯，请。总理啊，平老总，嗯，会议下晡三点就开始啊。袂好等你啊，主席是一直等你来的，紧行啦！哎呦，叶皮总，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辛苦，嗯，哎，来了，主席啊，皮老总到啊！哎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一路辛苦啊，阿袂过一只吼！哎呦，主流，主席，比崩，是，阮请你倒来，真急啊，不过无办法啦。唉，道路文冲到阮是袂食袂困的啊！主席叫我一分钟也唔通耽误，马上就行。今仔日开会，你得发言啊！嗯，好。哎，平总啊，
一路辛苦啊！哎，小平，你坐车啦。坐啦。哎，主席啊，我阵规头壳是拢是这个，西北经济发展计划，这朝鲜入朝这代志，我是一点啊准备也无啊。安尼啦，主席，我先做这个小学生，听下大家意见，好唔啦？根据发信社的透露，美军结束朝鲜战争以后，会去保护亚洲非常重要的地区。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人啊。那真实是安尼哦，这将迫使咱伫台湾和越南加以比拼。既然美国选择三个主要方向来甲咱对斗，啊，无最后决定，来向咱中国进攻。为什么？朝鲜、台湾、越南，这毕竟是一大件事，选择朝鲜，最冒险会出乱啦。理由是朝鲜暴风山地多，不利美军机械化运动，以便俄军拍运动前。而且朝鲜甲苏联是接壤的，啊，以便苏联对咱的援助。老大兄的援助，哎呀，是袂用的无的。哎，国公，唔通开小会嘛？我真想加听下你的意见啊！哈哈哈。咱已经拍了二十几年的战啦，即阵拄拄解放，元气还未恢复，那是搁再拍，恐惊经济负担未起。但咱工业发展啦，武器装备改善啦，特别是咱的海空军建立起来，迄个时阵再搁拍，恐惊咱的把握会搁较大淡薄。咱的准备无够，美国的准备也无够啊！因的部队遍及全球，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，在朝鲜战场顶面兵力不足嘛。我的意见是，若是一日等美国人拍来，阁不如先拍出去。是啊，咱不如请苏联出兵。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，阁有空军，这真大程度。对咱是有帮助的。资料拢发给大家啊，倒去拢好好看一下。敌机敌兵，少拍乌刀剑啊！散会。哎，老平啊，来，先去吃饭啊！有一挂代志啊，咱单独聊一下。老平啊，这是金日成同志十月一号写给我的亲笔批，形势极危急啊！美军正是伫个临川登陆，已经越过三北线。咱真侪摆通过印度大使向因提出警告，唔通过三北线。过了三北线，咱就着管。哼，不过人唔插啊，而是要军事解决问题。将咱的警告当作耳边风。伊美国靠的是啥物？也毋是靠飞机大炮，阁有迄个不得了的原子弹。主席啊，朝鲜方面即阵请求咱给因特别的支援，希望着咱军有法参与因的作战。朝鲜已经面临亡国之难，咱袂用见死唔救啊！何况拢是共产党国家，拢属于社会主义阵营，应该团结一致，共同对敌。主席啊，你下决心无？老平啊，我这个决心真无容易下，一声令下，三军出动，迄条关系着几十万人的性命。哎，人命关天啊，拍好无啥物通讲的，拍无好，着危及国内政局，老百姓陷入战乱。哎，啊，我毛泽东对历史、对人民，拢无法通交代啊。主席，伫政治局扩大会议顶，有部分人表示烦恼啊。
拍还是着拍，朝鲜危机啊！咱也是唔管，苏联也唔管，国骚问情势，啊，社会主义电影唔着正做一句空话。新中国即阵困难真多，这是实情。不过咱毕竟是一个大国，人口真多，咱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，无私的援助朝鲜。我同意主席的看法，援助朝鲜对咱是有利的。那不要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，威胁到咱东北的安全。主席啊，我看这阵不是打不打的问题啦，而是怎法打赢这个问题。对，金首相来这张批，我看出因啊加真多美军空军的亏啊。不过咱这阵啊，空军还没建起来。主席，苏联方面打算怎样伫咧军事顶来配合咱啊？咱甲苏联方面讲过，斯大林答应出空军，空中由因负责，地面由咱负责。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。第一，战线太长，伊伫全世界创军事基地，那就十个砖头啊，起家走。第二咧，后方伤远，运输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。第三，不义之战，侵略别国，士气必然无关。第四咧，美国即几个同盟国派兵无多，阁有利益，心内阁有拍算，伊真歹协调。第五，美国依靠的原子弹，啊，毋是伊一国都有啊，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，所以啊，毋免惊伊负讹诈、负威胁，拍战嘛，真正决定战争输赢的因素，还是人啊。咱考虑，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，尽可能毋予美国对咱国公开宣战以挑衅，争取将朝鲜问题地方化，无希望爆发第三摆世界大战。老平啊，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？伫咧东北的十三兵团嘛，这大部分拢是死的部队，当然林彪同志是最适合的。伊即阵头疼破病，予伊去苏联休养啦。安尼啦，你倒去好好想一下，我予你一日的时间嘿，主席，伤短啊啦。一日的时间无够，啊好啊，我予你一个下昏，一个下昏的时间考虑。是。部队，是。我帮我找一张野战地图无？
小心地道。好啊。这是薄竹仪先生写给我的一张批，伊认为应该出兵调线。民主人士无法安宁，咱共产党人搁惊什么啊？大家拢知影，咱即阵即个国家也真强，所谓必毁台兴啊！美国认为，因会用放心大胆的，伫咱厝门口开枪放炮，随便就将炸弹掀伫咱的领土顶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俗话讲啊，破家值万贯。无管这个家有偌破、偌强，伊也是咱家己的家啊。咱有家己的尊严，也有家己的权利诉求。中国人民唔惹代志，也唔惊代志。既然侵略者已经拍到厝门口啊，咱一定要站出来，尖锋相对，兵勇相见，保家卫国。将侵略者赶出去。平老总啊，昨日开会你无发言，今仔来讲一下你的意见。嗯，是，主席。昨日下昏倒去啊，我醒啊几暝，我是想清楚啊，目前啊。美国侵略军啊，占领朝鲜，威胁着咱的东北，伊阁控制了台湾，威胁着咱的上海，阁华东。伊想要发动侵略战争，随时，伊都我找到借口。老虎嘛，这老虎总是着吃人的，什么时阵吃，就看伊这胃口啊。在我看，唔加这美国。比一个输赢，想要好好啊，建设咱这个社会主义，还是真困难的啊。美国人啊，甲咱伫个朝鲜作战，他离宿管，我离登机，他离正规战，我离有啊，拍日本啊迄套啊。咱即阵有家己的政权，有苏联的援助，比起抗日战争迄个时阵，咱毋是强真多啦嘿。就算打破一寡有诶无诶，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，我也胜利几年嘛，这无啥物了不起诶啦。所以啊，比起晚拍，不如早拍。拍了以后啊，咱啊就可以好好诶、踏踏实实诶来做咱诶建设。所以我认为啊，出兵援朝是非常必要。而且唔怕就算了，要怕就必输，要怕到底。偏老总的讲话真有声势，不愧是怀德林麦的偏大将军啊！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咱多，不过人类的历史。唔是大炮写，咱怀了一条心，伊拍伊的原子弹，我拍我的手榴弹。关于出兵调线，大大小小会议已经开过真侪摆啊，目的是统一思想，打得一滚开，免得逼滚来啊。对即阵开始，咱唔讲拍唔拍的问题，只讲怎样拍赢的问题。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，我伫遮正式宣布，由偏德怀同志率兵出征。主席，偏德怀同志临危受命，中国人民感谢你，我毛泽东感谢你啊！
各位同志，中央决定平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，率领大家人抗美援朝，咱欢迎。各位同志辛苦了，兄弟辛苦。李忠厚，嘿嘿，平华同志啊，叫阮大名啊，你是咱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啊。李忠厚了，你是高，阮都主心骨啦。哎呦，大家齐心协力啊，嘿嘿嘿嘿。副司令员安学弟同志，平忠厚，安学弟，我知影你，当年丢娘，就是你安大哥，后勤抓甲真好，我唔对吼。平忠厚了。继续努力，是。副司令员韩先错同志，向平总报道。先错，还记得未？当年在乡巴，我唔和你拍停兵，你偏要拍，好大胆啊！不过，改用海南岛，你是入了大功的。那是拖到这阵，海南岛麻烦就大啦，立功啦！跟平总比起来，你都无算什么。平总，你一教。咱一定会打赢的，大家齐心努力啊！参谋长海峰同志，平总好。哎呦，大名鼎鼎啊，海铁锤，海主角，咱就听讲啦，口才好，头壳灵，欢迎高进。嗯，海峰啊，嗯，其实真像你这款的啊，应该甲总理啊，你做外交才对啊。平总，你是嫌麻烦拍战的？哎呦！令文令武，文武相传。唔敢唔敢。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，平总。杜平杜平啊，江西小老表，难得见面啊啦。平总，当年上爹红一红民军，那段日子真是难忘啊。要倒会袂记的啦。你看，搁走到上西镇河内底来啊，是无？你放心，你只要得了，阮就拍到得了。靠大家啊，嗯。平总，来看我的战将，三十八军。小队好，三十八军军长刘向初，这位老师员，牛大气，部队作战啦，状态真好，一声命令马上出发。三十八军啊，是咱的老部队，有平江起义的人啊，是四野的王牌军，希望这摆啊，在朝鲜的战场顶。各送佳绩，保障万乡礼物。三十九军，首长好。三十九军军长吴新全，前卫徐平洲。新全同志，你是咱湖南的老乡啊，早就听讲啊，伫四野内底，第一个开耳骨头的，就是你吴新全，是无？要继续啊！是。四十军，首长好。四十军军长温玉成，政委袁新平。温玉成啊，林林总表扬你啊，关天别日的时阵真用心，是一个高人。嗯，平常好了啊，继续努力。是。嗯哼。四十二军，小弟好。四十二军军长吴水林，政委周彪。这嘴假山聊遥相的吴水林，好，厉害啊！希望在一条线的箭头顶，果立成功。是，平总，这边请。嗯。哎呀，各位同志啊，我这一直在一夜，在西北拍战，对咱四野情况真无熟。在今仔的工作当中啊，还得靠大家啊。大家拢是来自五湖四海，我皮力怀，愿意跟大家做伙。在朝鲜战场顶，齐心协力，拍胜仗，拍水仗。两位首长，头前俺过来时阵，
是对新义州那边直接过来。这阵咱要去顺川啦，就行这条路啦。张部长，调令已经为东线划过三八线，咱这阵是去顺川甲汤参谋长会合，还是直接倒去新义州等因啊？汤参谋长因为外线回来，路程比咱远真多，刚好伫咧顺川会合，就去迄地等因啊。而且人民军的代表也会去啊。我赞成。沿路啊，咱能加了解一寡当地的情况嘛？你是最精彩的了啊！处乱不惊啊！姜阿姐，你对这代有熟无？是啊，早伫抗日的时阵啊，我就伫这代阿油桥，这阵做戏啊，只番搞一寡后勤工作，文职员前线，和部队的同志啊，去拍胜战啦。对啊，姜阿姐，咱朝鲜的同志会晓讲中国话有侪无？部队中面袂少，老百姓啊，哈，新义州这代啊。靠戏，差不多拢会晓呀。强阿姐，麻烦你带路啊，咱去顺川。好啊，行啦，请。廖新芳同志，行啦。首长叫你啊。林瑞，紧开车行。咩代志啊？首长，紧上车。你进来啊，紧嘞。强阿姐，紧上车。行行行，还紧嘞，还紧嘞。小弟，这条路啊可以去顺川，这条路啊山多树多，无容易让敌机发现呐。好，咱还有时间，就行这条路啦。刘兴芳，讲者，拄只怎发现嘞？是啊，拄只真危险啊。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，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阵，看到有镜片反光，刷落来就看到有雷达天线，所以敌人一定伫咧山顶设立了炮兵的观测所，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。因谷歌林下先发现咱啊，含含，未歹啊！炮兵观测所你知影，航空引导站你也知影，鱼坑也好用，甲名相款，会成风啊！哎，是啊，真险啊！小廖出高留学，读过军事学院，北岛内有墨水啊，是无简单啊。首长表扬你啊！这阵的状况非常的危险，咱处在非常被动的状态，所以只好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。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跟桥梁拢已经轰炸歹去啊，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啊。东线情况真未乐观，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，大部分已经无法通过啊。大兵团机动有困难，炮兵支援也受到极大制约。我感觉咱应该参考。控建是基建损，拍好有回传产。不过粮食、蔬菜、买料供给不足啊，无法就地解决，将是咱面对的上大困难。是啊，
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会到零下30度，即使有55公分高啊。部队必须着做好御寒准备啊！各位同志啊，从今仔开始啊，咱拢是志愿军啊。讲实话啊，我皮德怀啊，无偌大个本事，确实是啊，廖化最先锋。不过啊，这个笨人啊，伊是有笨办法嘞。打战啊，第一条看是啥物啊？伊就是你敢拍唔敢拍？哼哼，所以啊，咱大家啊，是要团结起来，无惊强敌，敢拍敢拼，啊就无啥物通惊的啦。